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惊悚恐怖片《蒙古死亡蠕虫》。故事发生在蒙古沙漠周边，美国石油公司正在钻井做实验，正在实验的员工遇到了不明生物的袭击，就这么领了便当。第二天，工长来到此地，发现昨晚那哥们儿不在了。询问工友得知，从地上的坑判断，一定是蒙古死亡蠕虫干的。可工长不相信，说了几句就离开了。之后，场内和附近地区接连发生蠕虫袭击人类的事件。金发妹和壮男准备去石油公司的路上，遇到了半路停留的车子，并下来巡查，发现车子地下有蠕虫的截肢。金发妹并取了样本，转眼来到了石油公司，不料遇到了蠕虫的袭击，好在工友用枪击退了蠕虫，一行人并躲进了工厂。此时工厂内的工人都已经走光了，来到控制室的他们，金发妹留在此地报警，壮男和工友一起下去停止油井的运作。胆小的工友来到了地下，听到诡异的声音，撒腿就跑。跑到外面的工友被工长发现，为了不让事件流传出去，并被杀人灭口。转眼，工长挟持着金发妹来到了地下，并与壮男扭打在了一起。这时，地动山摇，蠕虫全部出动了。Actually, buddy, I think it's hers. Timber!其实这些蠕虫是为了捍卫陵墓而多次发生的杀人事件。为了消灭这些蠕虫，壮男决定把这个工厂炸了，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最后，在一声爆炸声中，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介绍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